将世情冲破以后，一声笑响不再牵挂。真英雄应该是不羁，真心人真心全不假。将你浮生旅程不快淡忘，欣赏这大自然造化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爱生命，用春风看照废墨晚霞。携君手同君心并肩笑，活着一日共看桃花。遥遥桃花花行似面，风中人真逍遥潇洒。将这浮生旅程添满快乐，不枉我一生造化。海河变幻，岁月流转，淘尽千古英雄豪杰。天下武功第一的皇上，独居在华山之巅，背负杀父之仇，心怀怨毒之意。殷破败，点解你仲唔喐手？哼，执一支好大啊！李元芳，皇上，今日我唔同你交手，你一定唔心服。攞你个剑甲俾我。翻把劍嚟，皇上。當日我對你一啲，出手太重，而家我都好後悔。今日我哋唔會難為你。只要我一日未死，你隨時都可以上嚟報仇。我呢度有武功心法九章，係殺你阿爹嘅時期攞到嘅。我好希望你就憑呢九章心法替你阿爹報仇。都佢嚟报仇啦！道德三皇帝，功名夏侯上周的英雄，五霸斗春秋，平克兴亡过手。
青史几何名姓，不和无数放忧，人田地后人收，此十六真苦斗。我希望你凭呢几张心法替你阿爹报仇，结果皇上就凭呢九张武功心法练成了天下无敌的武功，点知造物弄人，更加匪夷所思的就是山中七日，世上千年。可怜皇上，他自己都不知道原来已经过了四十年了。你哋教主呢？我爹喺你落山之后两年已经死咗啦。阿爹，你系边个？乌尾蝶儿报咯，我等你翻嚟报仇噶。皇上，明教护法蝶儿报。领教皇上出招啦！报仇梦幻已成泡影，皇上顿万事皆空，本来想就咁了结自己余生，但是苦练出来的武功断不可以就咁跟自己离开人世，于是他就将毕生所练的绝世武功流传下来，成为千古传宗旷世无双的九阴真经。仿佛又听到当日明教教主唱的那一首词，道德三皇帝，功名孝相周边，五八斗春秋，平阿兴亡过手，青史几何名姓，不忘无数放忧，前人田地后人收，此十六真苦斗。点知当呢本武林秘笈出现江湖嘅时候，
竟然带出一场又一场的腥风血雨、恩怨情仇。俾师傅听，你中意我，唔系佢。可以带我走噶啦，不过你可以放心，我应承你，虽然我唔可以跟你走，但系我都唔会俾师父得到我。师妹，师妹。一师，你今日出得呢个门口，就唔系青海派嘅人。我以后俾我知道你认青海派嘅武功，我就攞你命！以后江湖上再冇青海派，边个再用青海派武功，我就杀边个。
今日呢场雪落得好靓，唔知出年落雪嗰阵，你会系着紧啲咩？若思，我唔希望为咗同我报仇，滥杀无辜。你有冇应承我一件事？当你想杀一个人嘅时候，想一想我。赵不凡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，一定回来找你。大师，请问赵不凡是不是在这里？王施主，尊师曾经跟老衲说过，他对当年的事非常后悔，希望你能够原谅他。所谓佛法无边，悟事边，你就看老衲的面上，给他机会他了。大师，我十年前立过重誓，我一定会回来报仇。我王若思一生人讲过的事从来没试过不算数，请大师大发慈悲，叫他出来。施主，一只尊师不在弟子，纵使在弟子，老衲都不给你滥杀无辜。施主，老衲有两个小徒，一个学过下弟派的内家功夫，一个学过几日达摩堂的刀法。老衲闻得施主落英剑法和弹指神功是江湖一绝，不如这样，等老衲的小徒开下眼界，如果小徒能够抵挡得一招两式，那这件事就算数了。元业、元真，你出来。是师父。施主，贫僧元业首先领教。是。使分开比试，一齐嚟啊！
真系虚常啊！当你想洗一个人的时候，都想一想我。施主，多谢手下留情。王施主，今日我哋少林派已经尽咗力，可能呢啲系天意安排。你师父已经去咗铁掌帮，铁掌帮帮主上官南，佢掌力深厚，堪称江南第一，非我哋少林派可比。施主一切要小心。我本来欺师灭祖，都唔知喺边度学得一身邪派武功，追到我走投无路，连少林无双大师都惊保我唔住，所以佢叫我嚟求你铁掌帮替我主持公道。无双大师太睇得起我哋铁掌帮，你铁掌帮系江南第一大帮，而求兄铁掌水上漂。个名更加威震江湖。如果连你都保我唔住，我怕求应，我会白白要你帮我。
撒滿君臨萬里，萬里俯首稱臣，如天神護我大金，福蔭萬代。我哋大金國得到撒滿真神庇佑之下，國勢越益強盛。而家我哋攻打吐魯番在即，請撒滿聖女祈求撒滿真神保佑我哋大金國兵攻無不克，戰無不勝。我哋出兵在即，最怕俾人乘虛而入。而我哋大金國而家國富民強，早已經有好多不知死活嘅人想打我哋嘅主意，甚至有啲人混入嚟想刺探我哋嘅撒滿大典。铁掌帮，
醒啊，六师弟！六师弟，阿福，师傅，我查到我阴儿弟上在人间。咁真经呢？九阴真经做三本教，姓名有关嘅师傅。六师弟，六师弟。六师弟啊，六师弟，你醒啦！六师弟，六师弟，好啦好啦，撞咗佢之后，我哋即刻翻去铁掌帮。错啦，仲未有爹消息啊？未。咁点算啊？我担心紧。师傅，阿爹。师。爹。点样啊，师兄？咦，阿峰咧？阿峰咧？六师弟死咗啦。死咗？死又轻于鸿毛，重于泰山。他为了查探徽钦二帝而牺牲，实在不枉做我哋铁掌帮的弟子，更加不枉身为大宋的子民。你哋应以他为榜样，化悲愤为力量，为国家效劳，知道吗？系，师父。师妹，你唔好难过啦。一夜北风寒。万里月浮云浮，长空雪乱飘，改尽江山旧。仰面观太虚，疑是玉龙斗。纷纷鳞甲飞，顷刻遍宇宙。骑路过小桥，独叹梅花瘦。求师弟，掌门师兄。阿峰死咗，系，不过佢查到徽钦二帝尚在人间。金国嘅公主，亦只系萨满教嘅圣女，佢嘅地位比皇帝更加受人民尊崇。只要我哋老劫到佢翻嚟嘅，就可以交换翻徽钦二帝。师兄，嗰个赵不凡，你打算点啊？我问你，我哋铁掌帮嘅名？是怎样得回来的？铁心超日月，掌风震中原。我们凡事是以仁义在先，济世扶危。你明白就好了。师兄。师妹。我拿了些药来，帮你包好个伤口。不用了，我没事。九百里路。流血流到翻嚟，傻嘅，边度有咁多血流啊？我以后叫我爹唔好俾你做埋啲咁危险嘅嘢。男儿当死在战场，用马甲裹尸还。我唔准你提个死字啊！唔知几时先可以救到徽钦二弟，亦都唔知几时先至可以帮到六师弟报仇。你睇下你啊！只系识得同人哋着想，都唔谂下自己嘅，咁唔啱咩？师傅系咁教我哋噶。系啦系啦，又攞阿爹嚟讲。咁系啊嘛，唔通好似嗰个东邪王药师咁欺师灭祖，连自己师傅都杀？如果我有机会，我一定会教训下佢添。你又嚟啦！你自己嘅伤口都未好得翻晒啊，仲话要教训人？你是誰？黃藥師。你就是東邪？
用几壶酒就换嚟咁好听嘅笑声，我谂系我柳荣月经营听雨楼以嚟最好嘅买卖。唔知系啲酒本身香醇，呢个系你亲手酿制，我总觉得听雨楼啲酒系特别好饮。咁唔知啲消息系你吹嘅关系，定因为我本身中意听箫，总觉得你吹嘅消息特别好听。你啲指甲好靓，我黄药师一生人，好似同血红色结合不解之缘。呢个系桃红色。不是血红色，容月，帮我煮多壶酒，我约咗朋友倾买卖，好快就会翻嚟。咁点解唔约佢哋翻嚟倾呢？喺出边倾比较方便。